林海燕同你睇天气，先跟进下内地嘅天气。受到南海中部嘅熱帶風暴三巴影響，昨日海南島有大致暴雨，萬寧同瓊中更加有大暴雨，而甘肅、青海一帶就有小至中雪或者雨夾雪。在熱帶低壓同冷空氣共同影響底下，預料未來兩三日華南部分地區嘅雨勢較大。而受到冷空氣影響，內蒙古、甘肅、寧夏等的地方今朝出現四至八度降温。隨住冷空氣東移，未來三日中東部地區將會出現四至六度降温，部分地區更加達到八至十度，並且會有四至六級的偏北風。而截至夜晚七點半，本港天氣預測係多雲，有驟雨，氣温介乎喺23至26度，吹清勁嘅偏東風，初時離岸吹強風，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。聽日風勢逐漸緩和，而展望隨後嘅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雨。週末期間早晚較涼，最低氣温降到大約21度。下星期初天色逐漸好轉。天氣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